老公，今天晚上吃什么呢？老公，老公，干什么呢？我去你那里不方便，等有机会啊。你来我这里，你就答应人家好不好？嗯，嗯，好。老公，你这神神秘秘的给谁打电话呢？你不会是外面有人了吧？没谁，你管这么多干嘛？那你手机给我看看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约法三章了，以后谁都不能看对方的手机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老公，我今天要出差。啊？你这次出差怎么不在行李啊？明天啊就会回来的，不用带很多东西了。哦，那你快走吧，路上堵车什么的，别耽误了，快点快点。那我走了。嗯。喂，我媳妇她出差了，我觉得今天是个好机会，你现在就来我家吧。嗯，好，我在家等你啊。亲爱的，我来了。快进来。你不是出差了吗？我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有什么事情就当面解决，不要逃避。要杀要剐随你便，反正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成全你们俩。我们的约法三章里有一条，如果有一方变心了，另一方不要纠缠。所以我们只能离婚。那我明天继续办离婚证吧。虽然小宝他做错事情，但是他是个好男人，我希望你能好好的照顾他。如果让我知道你没有好好的照顾他的话，我不会饶了你的。我们俩这样手挽着手走在路上，真幸福，真想这么一直走下去。老公，你说错了，怎么能说两个人呢？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呢。你现在怀孕还不到一个月，不到三个月，没有体检时都宝宝不好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了，行不行？你这个狐狸精！你有病吧？一年前他勾搭我老公，我成全了你们，这才多久啊，你又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。原来是为了这事啊，你误会了，真的误会了。误会？我误会什么了？你听我说啊，你倒是说说看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到底能编出什么话来。原本我不想说的，因为我答应小宝帮他保密，但是如果我再不说，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你尽管实话实说，什么后果我担着。其实我跟小宝根本就没有那种关系。没有那种关系？你当我是眼瞎吗？当年你勾引小宝的时候，我可是亲眼看到的。现在你跟这个男人在一起，我也是亲眼看到的，你还在这狡辩什么啊？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不一定眼见为实。一年前发生的那个事情，其实是小宝自编自导的骗局。他知道你不是真出差，因为你没有带行李箱，而且他知道你从来不会出短差，所以他把我叫到你家里，故意让你抓个现行。什么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确实不出短差，可小宝为什么要自导自演这一出戏啊？什么用意啊？因为小宝他折中变了，他不想拖累你，更何况即使手术成功，他也不能正常生活，所以他想办法激怒你离开。不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，你不会是在骗我的吧？这都是真的。我也知道那天，思思，你不是有张协议吗？拿给他看看。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我把协议拍照了，你把手机给我。
我先给你看看，如果你不信，我再回家拿原件。是他的字迹，他怎么那么傻呀？不管怎么样，他在我心里都是最好的男人。小雅，如果你现在去找他的话，还来得及，他还在你家住着呢。是啊，你赶紧去吧。谢谢你们。